We are an a cappella group all the way from Taiwan, and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city to share with you our culture and our music. Wow. 披着鲨鱼皮的鹦鹉耶。 我们现在11点集合完成，1点半的时候，他现在 WhatsApp 通知我们隔天要表演，早上5点的时候 email 通知我们，所以变成我们今天5点40要去比赛的那个地方那个洞穴里面彩排，然后我们是7点半表演第一个开场团队，他的那个最佳串场，所以。 他现在在准备他今天的那个讲稿，这家打算也有可能，只是评审想要听我们再唱一次，所以就随便给我们来一个讲稿，然后这样我就有理由可以叫我们再唱。林泽玉会不会招手呢？对着他招手，招脚，三腿，三腿，招脚完，他好像都不太会等，不会上去。他一定会停车，所以不会像台湾公车还要挥手他才停。不是，后面那台车是有耐心的车。 每一个城市一定都会有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跟鲜为人知的一面，这边就显微镜，非常得分。我们昨天是往 Glass 的东边，比较类似于前站，是商业区为主；而今天我们要去西边，相当于后站，比较多住宅区。那这边的虚线应该是指停车格的意思，只是因为这里太郊区了。 所以根本不会有人请哎，我们今天来到了 Glass 的士林官邸。来，我们看到我们这右手边这个叫做绣球花，真假的？然后紫色叫做，它没有贴那个牌子，有贴我也看不懂。Hi Jimmy，你是谁？Hi Tristan。艾根堡城堡位于火车站西方，这里过去是贵族 Egenberg 家族的宫殿，现在宫殿内展示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的艺术作品，跨越共5个世纪的欧洲艺术史。到了城堡本堡，然后那里有一个孔雀。哇，它在跳雷鬼。哎，节奏稳一点好不好，孔雀？其实压力太大。 咚咚咚咚咚咚咚！哎，明天你不跟不上，没有，我是发了他的脚，你是边头啦，头头头头，咚咚咚，是不是？可以，好，过最佳 VP 鸟。虽然他说不能见大草皮，可是这里每个人都在踏，踏的可快乐了。大家想要看那个在。 树上的孔雀儿，怎么了？总共10栋大楼。警报！哎，看到敌军，看到敌军，双手投降的敌军。哦，所以这里其实是庄园哦。国王。还是官邸。庄校园。这个房子不知道是哪一年建的，来后置麻烦帮我查一下。现存的主要建筑建于17世纪，在17世纪后期主体建筑完工后，花园也以意大利花园的模式完工，后来又改成巴洛克花园。随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于1801年，公园改建成英式庭园。这可是石头吧？所以它是石头雕刻成这个形状，所以也不是常见的，这很不大。 艾根堡受文艺复兴以及巴洛克时期影响，宫殿建筑群的规划蕴含了人文主义、天文学和炼金术。内院切割成长方形和2个较小的庭院，周边由3层柱廊环绕。当时宫立改革创新，因此宫殿格局也融合了立法。例如，城堡设有365扇窗户，城堡呈环状排列的24间大厅，4个边角都是塔状的。 代表4个季节和4种古典元素对称格局，代表白天和黑夜。看，它到这边结构就露出来了，后来用钢骨罩把它做补墙过的。现在他们要去逛 museum。我要去草地上睡觉。现在是中午的1点钟，然后他们的 tour 会是。 50分钟的，所以他们会到1点50分，然后他们再出来找我。突然很想要在奥地利的草地上睡觉，可能是因为天气干爽，又没什么虫，难怪欧洲人那么喜欢野餐，而且在世界遗产旁边睡觉，听起来就很秋。不知道会不会有苹果掉下来，我就变牛顿了。
就是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午休，非常安静，感觉有蚊子哎。我会醒来，然后全身被咬爆。看这个树，它刚好这个树根，嗯，是斜的。人体工学树，谢谢你这个树。我刚刚在那边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很黑的那棵树底下？睡觉，躺在草皮上吗？没有，在树干上。树干上。而且我刚刚睡了这样一个小时，都没有被蚊子咬，这里没有蚊子。那你那个，这个可能是跳蚤，可是我在那边就真的没有，有苍蝇啊，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小虫虫，可是它不会咬我。爱根堡城堡的创建人是汉斯王子，他是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政治家，就是昨天陵墓的那位，曾担任内奥地利的邦长，并建立了这座宫殿。可是最后就一路继承到一个公主，然后公主已经没有其他的呼吸心跳，错，没有，哎，现在的确是这样了。那Eggenberg 家族没有其他人继承了，所以就跑城堡就跑去这个公主的老公那边了。这公主的老公那边其实也不需要这一栋房子，因为那边也很有钱的。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度假别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爱根堡城堡被史泰利亚邦收购，在1953年才向公众开放。OK， 他们走了，因为我想要继续砸，然后车子来了。首先，这里有一个很像古迹的遗迹的，这里是一个以前交通总局的地方，然后那边好像是医院。我刚刚查网路，这边是一个医院，所以我就不要再继续往下走了。那我们过十分钟就会有下一班的轻轨来，那我再搭那个轻轨回饭店吧。Glass 的大众运输很便利，有八条线路的轻轨，也有公车，还有七条夜间公车路线，只会在周末和国定假日的晚上有开。但奥地利内只有首都维也纳有地铁 ，Glass 的地铁还在规划当中。他们在。你的饭店前面录影片呢 ，Maddox， 他们在那边拍影片，我直接坐在他后面吃饭，好笑。这是我的午餐，那因为他有写买二送二，所以我前几天一直很想吃，然后今天终于刚好有一个空档，终于可以喝。结果吃到一半，天空就开始下雨了，所以我就赶快跑回地下的轻轨站，又随机搭了另一班轻轨，想去看看底站是什么。反正我买的票是24小时搭到饱。一个超大的百货公司，它在4号线的底站这一段坐。那就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看这里超大的，那里还有一个 Oishi， 超大的，这里真的很像那种 render 出来的地方哎，就我一个是亚洲人哎，其他都是白人。其实原本是想要骑脚踏车的，但借车一次至少要4小时，今天晚上要表演，5:40要彩排，所以下午的自由时间也不够，而且天空又快下雨了，就只好随意搭轻轨乱逛。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史贝尔，其实我进来是想要看它的梁柱接头怎么接的。你看它这个柱子是这样上去，然后它是类似拼接，把它直接放在柱头上，酷吧？你看它的那边停车场也有一区是专门给脚踏车停的。你看他们停车场的那些梁柱，它这边接法是用。就比较像是木造会去做的，它可能也是预铸好现场组装吧。可是这种接法不耐，完全不耐弯折。然后你看那边的柱子也是上下脱开的，直接走去那就可以坐的轻轨了。那个商城真的是整个商城全部只有我一个亚洲人，然后有些人就会看着我，觉得一个亚洲人来这里做什么的感觉。出那个商城之后，我就自己再徒步走一小段，走在这里等轻轨。好，他来了，在那里。Glass 市中心地面都是铺石砖，因为街道很窄，所以车身窄、轨道固定的轻轨就很适合。但出了市中心后，周围也都是以柏油路为主，车辆才会比较多，而脚踏车也会有自行车道可以骑。回到了议会广场，然后在下雨，所以赶快坐来避雨，继续往上走。这里感觉就是酒吧区哎。现在已经有些人已经在开喝了。今天是礼拜六的晚上。
交换团员呢？交换人，这个for free for free， 那我们来扯吧。他可以拉长。啊，行。对。我在中间，它左前前后重量一样，这样比较不会。对，这样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跟伴肥说去吃晚餐，然后等一下7:30再回来表演。OK， 现在7:20，我们一起吃完了饭，现在要赶去，等一下7:30就要上台了，准备上台了。耶、yeah, ！我刚15分钟灌完一瓶大杯啤酒。等一下会不会打嗝呢？应该唱得好。我们推测应该是各组的金牌或特别奖才会有表演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可以看到这3天各组别的团队轮流表演，包含 Unplugged、Pure、Augmented、Beatbox、Loop Station， 类型非常丰富。在干嘛 ？Bro, I took like they kept telling thrust your hips out, thrust your hips out. I'm still doing it. 是这个吗？整个到大家就结束了。哎，这个谁啊？这是谁啊？好好笑。带来这首《饮酒醉之歌》。饮酒之歌。来这里3个晚上，我还没有一天晚上是有搭到电车的，每次回去车子都开晚了。耶、yeah, ，Muse House 人们，刚刚错过最后一班5号的轻轨，就现在徒步走过去15分钟。我们跟伴肥瘦还有 Aura 一起走过去，一路上都在唱歌聊天，途中解释了浓妆摇滚的歌词，分享了我带来的凤梨酥，也交流了在疫情期间里各自国家在音乐产业发展上的困境。
天的 After Party， 前半段有 DJ 放歌，后半段有 Draft Battle， 就是现场报名的 Beatbox Battle， 会有评审选出获胜者。基本上这几天看到的 Beatboxer 都会聚集在这边。Make some noise for Ounces！整个 Vocal to Tell 活动从7月19到7月22，总共四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Vocal to Tell 很像音乐季的感觉，有酒，有食物。Hallelujah！ 即便是来比赛的我们，都不会感觉到压力，很像是来演出的。正因为如此，才能让比赛更像是一场表演，让每个观众都能来参与来玩。比赛完，我们也能跟不同队伍或观众打成一片。很多国外 beatboxer 特地来参加，很多都是没有入选、没有上台的，但他们纯粹想来听高手们比赛，或是想在台下交流。主办单位在每个晚上的 after party 也会开放给每个人上台的机会。他在跟红绿灯玩呢。我在 workshop 一下。你明明只是喝可乐哎。你说。哎，你的包包哎。你不要一直。晚上给王宇捐了吧。有吗？在身上了。没有，你没有给，你有印象，你有把包包递给黄宇谦那个过程。有啊。Shut up！ 哎，你包包在哪里啊？哎，不许求饶。喂。对，我们到现在都还没上，等一下。那个画框哦。哦，我们没对啊。如果真的不能上机，就把那个拆掉。拆掉。机场可以丢吗？你到底拍了多少我们？很多。不该拍的。昨天是不是有拍我？你说你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很多啊，回去看我的 YouTube 准时上片，礼拜五晚上9点你上片，然后就把剪辑，我剪辑这个账号永久删除。